昨天晚上咱们连州第一美男陈相狗突然暴毙，听说发现尸体的时候浑身是伤痕累累，身上没有一件衣服。江守臣有危险。啊，连州案的死者是个美男子，江守臣也勉强算是吧，所以这就是凶手选中他的原因。哟，瞧你这小身段儿，长得呀可真俊俏。你别再惹我行吗？你这个变态采花贼，女人是花，男人是果啊。有时候呀，这果子更甜。我